年度热度团体。善于初夏，心藏火花，他们风格多变的外延下，是对坚定未来的理想与主张，超出预期的思想共振，带来超40亿的团体超话阅读量。他们的信念因凝聚而强大，开启无限可能。微博年度热度团体 The Nine。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时代少年团和 The Nine 共同登台，捧起属于你们的微博之光。恭喜，同时让我们欢迎点赞嘉宾著名演员沈腾，新浪娱乐总经理陈春，有请二位上台为他们送上鲜花表示祝贺。两个团体登台的时候画面实在是太震撼了，真的代表着年轻，代表着希望。哇，时代少年团都是00后，对 ，The Nine 都是95后，哇，年轻人、啊、太年轻了。沈腾老师是70后，不知道站在时代少年团的身边，沈腾老师今天特意打扮的还年轻一些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，专门做了造型是吧？天，山上的这个笋都被你夺完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不一样了，沈老师，夺笋了，哎。咱俩就不走过去了哈，好，咱俩也是叔叔阿姨辈儿了，真的。对对对，来有请各位点赞人为他们送上鲜花。为他们送上鲜花，也有请陈春总经理。哎，沈老师经过时代少年团的时候毫无违和感，您可以跟他们站在一起。哎呦，这颜色，这衣服颜色像一个团队的，绝对是前天晚上跟时代少年团的经纪人打听过的。曾几何时，2016年的微博之夜，是沈腾老师也是像他们一样的翩翩少年，所以沈腾是在跟微博之夜共同发展壮大中。你为什么要说壮大这两个字？有目共睹。好的，来一起合影，一起合影，一起合影。谢谢这两支元气满满的团体带给大家热情洋溢的正能量，再次掌声欢呼声送给他们。好，我们也谢谢两位点赞人，谢谢谢谢。我们两个团体在台上啊都是非常青春的，这样子吧，让用你们的方式来给自己的2021年加个油好不好？我们321一起做个动作，用一个动作来给自己加油，可以吗？来，好，来准备啊，321，2021加油。哎，互相看来怎么样，加油。好，来，帅气哦！请摄影师拍下这一刻。刘耀文那个牙消肿以后更帅了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